好，然后这是进阶版，刚才用的是这一只18块的。然后朵朵去哥哥房间拿了轻巧的一只 Nerf， 好，来试试看。Nerf 比较贵一点，然后他用的子弹也不一样哦，好厉害哦！那因为他子弹比较大哈，是这种橡胶型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刚以为就没弄好就弹出来。好，这个是自己朵朵自己弄的障碍。嗯。我看没看用过。那个什么橡皮圈，那个太重了，应该不好重吧？没关系，试试看。好，来18块的试试看。小贝壳，计划买。有一点比较低一点，太低了。等一下用那个 Nerf 用看好了，有吗？好，来换一下 Nerf 看看。现在这里有点远，大概几公尺啊？好 ，Nerf 试试看。好，用这种的。对。哦 ，Nerf 真的比较强哎。因为我是在瞄橡皮圈呢。是哦，那没关系，刚好有中就是。运气好，单纯运气好。我们看看这个绿色。好，绿色是万圣节限定版的。不是，那个是僵尸。啊，僵尸啊。对。哦哦哦，对不对？我就跟你讲，这个乐福比较大，真的比较好，行吗？因为朵朵现在害羞不露脸，就露侧脸，可。真的很好，好，所以这个气泡式的泡棉式的这个子弹比较好用，难怪哥哥想要再买一支 Nerf， 他想买球版的，嗯，对，嗯，太棒了，神射手。